报告，男子组3.0单打，谢友祥、张静海，请至第二场地。男子组3.0单打，孙子成、张玉佳，请至第三场地。报告，女子5.0双打，第一名林之云、庄子任，第二名朱银珍、陈梅君，请获奖选手至大会台上准备授奖。
竞赛总成绩报告。男子三点零双打，第五名陈伯安、谢伟宏、陈黎鹏、魏焕阳、苏伟仁、林启宏、李焕伟、钟富明，请以上获奖选手至大会台上准备授奖。